价值2000元的婴儿用品。这让我们看什么呀？一位姓李的商人主动，不就是一个女的生了三胞胎？什么了不起啊？产妇全家，你看每一个还没有兔子大。另据本台报道，昨天下午4点半，是啊，是没什么了不起，三胞胎，哪个都没兔子大。可你们呢？你们结婚20多年了，连个人丁都没给我生。别说兔子这么大，连耗子这么大的，你们生了吗？妈，你怎么又提这个话头了？我们不是商量好的呀，以后不要再提要孩子的事情了。我是不想提了，可是我看见人家一胎生下3个，我这心里不是滋味儿。别看你现在是莲花岛的首富，有的是钱，可是古人说了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你就是个不孝之子。哎，你上去看一下我的包里手机有电话没有，好吧？妈，你这不是指着兔子骂和尚吗？你明明晓得你儿媳妇不能生育的，你还提这个事情，你这不是找气生吗？我才不管他生不生气呢，谁叫他没完成任务。妈，你少说两句好不好？我偏要说，40年前我生下你，我给夏家立了大功了。你爹那辈儿就他们兄弟俩，你这个老六是出5福的大排行，8竿子碰不着。那年你爹死的时候，他就是不肯闭眼，我知道他在想什么。他没有看见孙子，夏家无后啊。妈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没得关系啊，咱们家还有小婷呢。你懂什么呀？小婷是女的。妈，哎，你给我站住！你只知道挣钱，挣这么多钱有什么用？没有人续你的香火，挣再多也是给别人挣的。妈，那你说我怎么办啊？要不然我再给你找一个小儿媳妇好吧？那你儿子就犯法了。亏你还是莲花岛的大能人，你就不知道到福利院给我抱养一个孙子？哎，抱一个，对呀，还得是我老妈呀。你说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层啊？好好，我这就跟他商量去啊。啊，哎，真生气了。我跟你讲啊，老太太说的没有错的，哎，按照我们家现在这个生活标准，早就超过小康了，你说还缺什么呀？还真就是缺一个儿子啊。夏老六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好啊，你把我休了吧，反正你现在有的是钱，再到苏州领回一个大姑娘，和她生个儿子，你妈就高兴了。屁话，我跟你讲，我夏老六啊，喜欢讲几句过头的话不假，但是怎么样做人我还是晓得的啊。我就是断子绝孙，我也绝对不会休了你的。这还像个人话？好了好了啊，用你这句话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哎，这么想就对了。不过刚才妈呀，提出来一个建议啊，我觉得倒是蛮值得考虑的。什么建议啊？抱养一个？对呀。好啊，老范。好啊，正好下午去苏州办事情啊，咱们去福利院打听打听。好啊好啊，准备东西。哎哎，你到苏州去干什么呀？我去申请莲花岛水产品商标专利。申请专利？对呀，我昨天在阳澄湖蟹王酒店陪这帮采购商吃饭，跟他们一聊啊，我这心里边啊就想敞开两扇小窗户，你晓得吧。我跟你讲，你别看今年阳澄湖大闸蟹减产欠收啊，
没得关系，以后肯定会名扬天下。哎，就杨成虎这三个字，只要我申报专利成功了，那就是一笔巨型的无形资产，你晓得吧？哎，我跟你一起到苏州去，要是真能抱一个大胖小子，那该多好啊！好啊，太好了！走走走走走，快点快点。您别着急，我爸不开机，咱们着急也没用。啊，有什么情况我联系你，别急啊。再见。喂，你在哪儿呢？我刚从导师那儿过来，没什么不高兴的。我就是担心我爸，他身体不好，又是胃溃疡、高血压的，我真怕他病倒在外地。哎，你在哪儿呢？笑什么呀？往右边看。讨厌！哎，这谁的车啊？我早就说过要给你一个惊喜的嘛。首付15000，月供2800，怎么样？不错吧？你疯了？这怎么叫疯呢？这叫超前消费，我还首付了一个一室一厅，等你博士学位一拿着，工作一找好，咱们两个立马就结婚。我下午带你去看新房子啊。谁说要跟你结婚了？哟，狂起来了。不就出了本书吗？一看书名就觉得没意思。你为什么老盯着你们苏南呢？这有什么不好啊？苏南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引擎之一。哎，亲爱的曹博士，你懂不懂什么叫引擎啊？我不懂。走，带你去个好地方。喂，小川，你烦不烦人呢？我说了不用你送了。我是败下债来的倒霉鬼，我用不着你同情。我不想见你。哎呀，我求你了，我的大小姐，好歹咱们也是同事一场啊。哎呀，就让我再看你一眼吧。我有什么好看的？被淘汰的黄花菜，没人要的废品垃圾。哎呀，不许这么糟蹋自己！你是鲜花，你是美女，你是我肖川的精神偶像。不是呕吐的对象吧？不，绝对不是。哎呀，你在哪儿啊？我要见你。我在十路步行街。我也在十路步行街啊。小婷，哎呀，好了，来。哎呀，小婷，你喝得太猛了。今天是我最后一次坐在这儿喝酒，我要喝个痛快。小婷，你千万不要这么说，以后你还可以来苏州，你每次来我都陪你。蟹，还是我们阳澄湖的呢，你看，个儿又肥又大，味道好极了。要不咱们挑两个大的？好啊，走。
现在啊，正是大闸蟹丰收的时候。可是我们莲花岛今年啊，可是减产绝收了。哎，向导，你论文答辩完之后，工作有什么打算？回老家。回老家干嘛？工作啊，别忘了，我是相城区定向委培的博士生。而且合同里写了，我必须回去工作满3年，这是诚信，不能违约的。好了好了，你也喝点酒。哎呀，一剑，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的，我考博士的时候不是跟你说过吗？嗯，我上次听你提起过，你爸在苏州有个老相好。是啊，已经联系很久了。可是我爸呢，离不开莲花岛，而卢阿姨呢，又离不开苏州。他俩就这么僵着，谁都不可能让步。爱情是什么？爱情就是一场拉锯战。小姐，昨天我还是彩虹区文化馆合同制辅导干部，今天我就竞聘上岗失败，合同取消了。我是第一个末尾淘汰制的牺牲品。哎呀，小婷，不是你不努力，关键是你的对手太强了。你看看啊，人家一个个都是大学本科毕业，你呢，你只是高中生嘛。肖主任，你什么也别说了，都怨我自己好高骛远，想入非非。读高中的时候，我就想当一名明星，总是逃学，不是去北京，就是去上海，找剧组，找导演，梦想一夜成名。可是结果呢？明星没当上。功课却耽误了。小婷，你千万别气馁啊！如果你真的喜欢艺术这一行，你可以选择自修课程去报考艺术院校。你现在还年轻，想干什么都来得及。小川，你不要安慰我。我告诉你，我这2年在彩虹区文化馆干得非常愉快，你没少帮助我。来，我再敬你一杯。别喝了。小婷，我还想继续帮助你，如果你愿意，我想终生帮助你。终生帮助我？你真好。我怎么看不清你了？好面熟啊，小婷，向涛姐，干嘛？喂，慢点你，小向涛姐，你慢点，慢点，怎么了？他喝多了。没喝多。哎呦，慢点，慢点，赶紧坐。哎，我给你们介绍啊，这是我的好朋友肖川，彩虹区文化馆文艺辅导部主任，二级馆员。哎，她是我的好姐姐，许向涛。你好，大博士。哎，你他是谁呀？他是我男朋友，水产鉴定专家。专家啊！哎，来，一起坐吧。来，赶紧坐。坐，来，来，来，好好，我坐。坐。哎，别喝了。都是专家，都很伟大，就我一个人，是个小萝卜头一个，被淘汰的蔫黄瓜。我，向导姐，我要回家了，回到巴掌大的那个
莲花岛，巴掌大的莲花岛，我要回莲花岛，我要回莲花岛。怎么样，这个小区环境也可以，而且它精装修送家电，小区的绿化也不错啊。哎，慢点。哎呦，向涛姐，你真有福气，汽车洋房都有了。这个人好是好，可都是贷款的，明天早上一睁眼我们就要欠债了。我跟你们说啊，这就对了，有压力才有奋斗的动力啊。一只小小小小鸟，飞呀飞，也飞不高。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。我也飞，也飞不高。我可已经跟我父母说过了，说咱们两个一块儿回老家，他们可都等着呢。你别急啊，你听我慢慢跟你说。我不想听。你怎么这么自私啊？我怎么自私了？出什么事了？来，你给评评理。我等你等了那么长时间，想等你博士论文答辩完之后让你跟我回趟老家见见我父母，这过分吗？我说过分了吗？你怎么说？你说过两天还要跟你老爸回莲花岛，还在岛上搞个什么破养殖基地，你工作狂你。不是啊，是我爸闯祸了，他去年给村里人买了蟹苗是劣质苗，赔得很惨，我只是想帮他赎罪，至少可以把今年的蟹苗选择好，这情况特殊嘛。向涛姐，怎么回事啊？在莲花岛今年大闸蟹减产绝收了，我作为相城区委培的博士生，就应该给政府和村民干点事儿，何况我爸。那你那个养殖基地怎么回事？你还真想在莲花岛当一辈子农民？我一直想在莲花岛建立一个绿色的养殖基地，这只是一个想法，这干不干得成？你得了吧，我还不了解你，你工作有瘾，做事业有瘾，出书有瘾，还野心勃勃的想当大专家大学者，还想当镇长区长市长省长。你胡说什么？我胡说？你日记里边不都写着吗？你偷看我日记？我是看了。怎么样吧？你缺德！徐向涛啊，我随你怎么骂，但是我告诉你，我要的是一个老婆，你一个纤柔女子，长得又漂亮，我拜托你不要走偏了，好不好？你什么意思？上本科的时候，男生们就在议论你了，不敢接近你。说你太优秀太出色太清高，只可以仰视不可以寄情，说你绝对不是一个贤妻良母型的女人，说的我都怕你了。要不是你先追我，我又不小心掉进去。我你什么？向涛姐，是你追的他呀？没错，是我追的他，是我死乞白赖的追的他，行了吧？真的？他多牛啊，大学者大博士，其实就是大男子主义，唯我独尊，把女人当花瓶养着去吧。
曹一剑，我算是看明白了，你就是不想让我有自己的事业、自己的想法，你怕我强过你。你想让我像小鸟依人般在你身边唯命是从，你做梦吧你！我就是不跟你回家，我就是要回莲花岛。小婷，我们走。哎，我们这就回莲花岛。对，这就走。曹一剑，我的手机、电脑还在你车上呢。好，你走。你以为我怕你是不是？走。站着干什么？快进去。哎，我给你带了一个人来。哎，好玩。小友啊，这是你爷爷的妹妹，你叫姑奶啊。姑奶，哎，姑奶，我能下去玩吗？去吧，别跑远，一会儿吃饭了。嗯。我也出去抽根烟。这孩子没人管了。我去的时候啊，正好他们学校要把他送到孤儿院去。多可怜。这样，你要是觉得不方便的，我就把他带到莲花岛去。反正倒是有学校。我毕竟是他爷爷老战友，不能看着不管的。你这是说的什么话？你是他爷爷的老战友，我还是他爷爷的表妹呢。要说抚养也该是我呀，正好我儿子儿媳都在国外，我一个人孤零零的还挺闷得慌，这凭空来个孙子，我能让给你吗？好啊，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，我知道你心软，不会看着不管的。你倒是喝点水呀。我哥一走，这笔款子是不是彻底就追不回来了？别急，再想想办法。有什么办法呀？本来我想，这80多万现苗款，我至少能追回一部分还给乡亲。现在完了。彻底完了。加油吧！错，直奔湖中大楼。哎，先去开介绍信。好。不后悔？不，其实他挺爱你的，就是有点太自我了。你年纪不大，还挺会看人的。那是，怎么着，我也是过来人啊。你和冲泉怎么样了？在外头想不想他？不想，一根筋，愣头青，就会拉着金湖瞎吼。怎么？
眼界高了，瞧不起人了。今天那个二级管员围着你跳来跳去的，想看上你了。哎呦，姐姐，饶了我吧，我跟他不来电，把他当个大哥哥好朋友。其实啊，他这个人挺老实的，像个过日子的人。哎，香桃姐，你怎么样？是想找个过日子的呢，还是想老公特有本事？其实啊，我的要求并不高，就是想找一个互相能包容、互相能宽容的人。你真的想当省长？什么呀，我就是心血来潮，在报纸上看了一些贪官污吏的丑事儿，在日记里抒发一下自己的感想而已。我这个人啊，特别的理想化，就是想如果将来自己能当上一个官，为民办点好事儿，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才能，那是一件多么好的事儿啊。我看你行，大博士，有魄力，心眼又好，将来在咱乡城区里肯定能干出个大名堂来。哎，这女的要是能当大官多酷啊。我又不是官迷，就想自己能干好自己的专业。其实啊，当官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，你瞧我爸只不过当个芝麻绿豆的官儿，就弄得一脑门官司，吃力不讨好。哎，到了。哎，过了加油站就进镇子了。回家了，高兴吧？高兴什么呀，别人是荣归故里衣锦还乡，我呢败下阵来的倒霉蛋。吃饭了。这孩子可真能吃。爷爷说吃多了好，吃多了长个儿。嗯，爷爷说的对，多吃点。姑奶啊就喜欢你多吃。来，您看。你怎么就知道喝水呢？你怎么了？我想抽根烟。啊，抽去吧。姑奶，爷爷老是发愣，在火车上就是，还不吃饭，光喝水。乖孩子，吃完了饭就自己玩吧。嗯。往后啊，这儿就是你的家，想怎么着都可以。想吃什么就跟姑奶说。明天我就去给你办转学手续。知道了，姑奶。嗯。不许抽了，快去把饭吃了。快去吧，我呀给你炖了一小锅鸭血汤，清肺的。爷爷爷爷，你看连孩子都不吃了，快来。
去爷爷呢？出去了，他说憋得慌。憋得慌？他说去哪儿了吗？他说去河边。尹哥，你跑到桥上来干什么？我想抽烟，我怕你讨厌的烟味儿，这烟刺味儿特别冲。别抽了，听你咳嗽那声音挺可怕的。我知道你是为80万现苗钱追不回来心里上火，是吧？这都是大家的血汗钱的，就这么打了水漂了，我怎么回莲花岛？我这个支部书记怎么当的？我真恨死我自己了，我都想一头撞死在这儿。你说什么呢？男子汉大丈夫，遇到点困难就说死，你忘了当年我们全家下放到莲花岛，老朱被打成右派，想不通，差点寻死。不是你振振有词的开导他、鼓励他吗？他才度过了那最难的日子。哦，原来你只会教育别人呢，放到自己身上全抓瞎了。没有过不去的坎儿。你是个有良心、有责任心的好人。老天有眼，好人会有好报的。好了，开几张介绍信怎么这么麻烦啊？不买了，我跑着盖章子，这大半天都过去了。你想的什么呀？有了这些证明材料和介绍信，我们去苏州办事情就不愁了。哎，办什么事情都得有一家程序的。小鬼懂吗？你懂。你这个急脾气啊，和没有章法的脑子，大事小事你都办不成的。喝一把。盛涛啊，你怎么跟小婷在一起啊？哥，我竞聘失败下岗了。啊，下岗了？怎么搞的你？你跟我讲，你们馆长叫什么？我去苏州找他，花点钱疏通疏通啊。这不是花钱疏通的事儿，谁叫我学历低呢？叫我说啊，下岗就下岗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咱们家正缺人手呢，对吧？哎，你嫂子说的对，正好你回来帮我一把啊。咱们家事啊做得越来越大了，你回来保证有用武之地的。哎，向涛，你爸呢？找到那个大骗子吗？他一个人奔外地去了，我论文刚答辩完，回来住一阵子。太好了，我去苏州2天就回来，到时候啊你到我们家来，我做好吃的给你吃。好啊，去苏州干什么？去办几件大事儿。哎，小婷，你跟妈在家吃饭千万不要糊弄啊，想吃什么自己做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哎，咱家船呢？码头上，自己找去吧。这是钥匙啊，小心点啊。
吃这个，我妈做的酱鸭子，天下一绝。嗯，他妈妈可是厨艺高超有了名的。等水上餐厅做成了以后啊，就请他妈妈来掌勺，好不好？哎，我妈炒的猪耳朵也不错啊，你们尝尝啊。别光顾着吃啊！哎，水生哥，你刚才说除了船餐一条街，还有什么更好的想法吗？这个啊，我想等许书记回来再决定。啊，水生啊，想利用村里的大片芦苇荡和周围的空地啊，建一个水上度假村，旅游、餐饮、文化娱乐一条龙。哎，还有呢，风景区、水上餐厅啊、酒店住宿、演出台一样不少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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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来来来，哎，各位，我想啊，等将来度假村建起来以后啊，就请双全担任经理。如果村委会通过，请大家都支持他的工作，好不好啊？八字还没一撇呢。水生哥，嗯，咱们要干事儿就得有本钱呀。咱们远的先不说，嗯，光干餐船一条街，估计投资就不小啊。嗯，资金的事儿啊，我正在想办法。水生不想动用村里的公款，可是这一下子能弄到那么多钱吗？我知道，水生哥，你们家是有钱，可是这个财政大权都掌握在你老丈人手里，他可是有名的铁公鸡呀。哎，放心吧，我这儿不是还有狐媚吗？是啊，水生那可是狐媚的命根子呀。就是啊，这狐媚啊，要是一天没见着咱水生哥，那就跟丢了魂似的。就是啊，狐媚为了水生，活敢都敢跳。哎，水生哥，那边来了两个美女。哪儿？哎，那不是许向涛吗？他怎么回来了？夏小婷，哎，卢老师，你这女皇驾到了，你还不去迎接啊？不去，不去，不去！哎，双全，咱们去迎迎他们吧。张小姐，哎哎，尚涛啊，你怎么来了？怎么不欢迎啊？哎，这哪敢？你看，这不我们俩来接你来了。你不是来接我的吧？双全，我们赶紧换个位置吧。看你漂亮呗，看了也没用。电话也不打，信息也不发，你什么意思嘛？你是大忙人，我可不想爱上赶着。原来是这样，你不自信了。等着我回头过来追你是吧？不敢不敢，我可不敢。我下岗了，回单位甄别了，回村当农民来了。真的？太好了。好什么呀？咱俩一样了。
本来也没什么不一样的，我也从来没看清过你啊。倒是你，死要面子活受罪，总也不理人家。你知道这些天我心里有多难受吗？天塌下来了，没人要了，我工作丢了。你知道我绝望的时候，我心里总想的人是谁吗？就是你，陆双全。